我很喜欢看到小朋友笑，但作为一位儿科医生，我经常都会看到小朋友和他们的家人因为身体不舒服而失去笑容。接受舒缓治疗的小朋友不一定已经走到生命尽头，有些小朋友由发现患上重病到离世，有机会长达几年甚至乎几十年那么久。我出席过不少病人的丧礼，深深体会到爱不会因为死亡而消失。没有父母想接受子女患病甚至将会离开自己的事实，但如果可以早点做好准备，把握最后相聚的时光，和小朋友好好道别，在最后的日子留下美好的回忆，就可以减少大家的遗憾和伤痛。我的座右铭是：有时治愈，常常帮助，总是安慰。人道精神就是尊重每一个生命，减轻他人的痛苦，尽心维护每一个人的尊严。